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斐迪兰。然后今天呢，我们来测试一下这个玉黑骑士海王与这个原版的黑骑士有什么区别。那首先这把枪呢，在7月3号到7月31号一玩一局即可领取30天的体验版本，永久版本的话就必须要充能了，而且仅限7月3充能加倍啊，我们充能到100%才能领取永久。但是这枪呢，相比之前送的那个枪好像是不一样的，可以看到这右边8月7号永久英雄级版本。获得原英雄级版本的玩家能够更容易在8月7号获得永久英雄级版本。可以看这个名字变成了黑骑士海王，那个玉去掉了，而且这图片旁边呢还有一个V的符号，也就是说8月7号周年庆的时候 ，CF 会送永久的英雄级武器，真正的英雄级武器，带属性的。可以看到，这简直就是白嫖党的福音呐、啊！这经验加成都有，哇，居然还有这个致命一击，这简直就跟原版的那个黑骑士是一样的。好的，我这里呢是领取了30天的玉黑骑士冰魄，它这个名字呢是会在7月23号改为那个海王的，所以现在还是叫冰魄。而且这把枪啊，在游戏里面居然有全新的特效，换弹呢也是有音效的，并且这个音效啊是那个挑战技能上面的同款音效。对啊，这个远距离伤害呢也都是一样的，但是这个数据呢仅供参考。那好的，那以上呢就是本期实验的内容，各位看完视频后呢记得去领取哦。